缠绵，认认真真的实现，这样谁不流泪？就当作最后亲吻吧，释放在这世间。这首歌呢其实不太适合在比赛当成比赛的这个曲目，原因是因为它歌词很难背，第二个它音域长达大概有14度，很宽、一般女生根本唱不来的，再来它很深，它前面要把情绪唱很深，后面张力要唱很大，它是一个不太适合比赛的一个曲目，但我觉得你唱得非常的好听，谢谢老师。而且一般的评审，如果选手唱评审的曲目，我不知道其他的老师了，都会避嫌稍微扣一点分数。你不会？我只有他不会。其实我已经扣了0.2分了。哇，那很多。不过你还是可以看一下我大概等一下分数多少分。你这样一讲，马上别的评审就先暂时不要讲评，我们赶快来看看五位评审老师给你的分数。陈佩杰的分数，请下。43.5 分，龙璇老师给了你9分呢，主寿老师8.7，国伦老师也是8.7分，分数真的非常非常的高。谢谢老师。他真的唱得很好了，因为这首歌其实要 hold 住情感，他不能随便就放出来。我觉得你是有非常高的歌唱技巧，而且有很深厚的感情，我觉得你拿捏得非常的恰当，很感动我们。很棒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哇，刚刚看完你的分数，我全身起鸡皮疙瘩，我都跟着你一起兴奋，真棒，真棒。下去赶快准备第二首歌曲 好吗？谢谢我们的陈佩杰，谢谢。热烈掌声来欢迎火星小子谢波恩。耶！我刚刚唱之前好紧张哦。你把我干掉了。可是我要怎么？哦，好紧张。给分数的时候，第一个，张龙，看张龙在这，摸一下第一名，摸，要不要亲一个？亲一个，亲不到了，自己拔。